我没有特别多的成就感，我有过高兴、转瞬即逝。当你回忆你的一生的时候，你享受了你的生命过程。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，科学风景。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，我们没有。我挺想试一试。94年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单位说，哎呦，天文台想找一个台子哈，找一个坑来做这个射电望远镜。一进来我一看，哎，哪来的民工啊？留个胡子，穿个短裤，撒了个拖鞋。我说这是谁啊？哎，他们说是天文台的副台长南南东啊。95年一次，我们下去了，正好下大雨，贵州那地方，那个洼地我记得很清楚，鸡窝冲，因为我毕竟在贵州搞习惯了嘛，对不对？爬山也习惯了，他都是东北人，对吧？一下就滚下去了，那就幸好有两棵树，因为他那个小刺啊，就是那小树把它挡住了，那没有树，那就完了。